感觉好像也没有很强啊。你要慢一点嘛，等一下你等他。以前开快速的时候会很强，就那个风声很大。不会啊，没有吧？很久没有开那你去开 GG 的看，你去开别的台看看嘛。你去开阿嬷的，阿嬷都没有在用，我来看试试看看看看会不会像龙卷风，直接假发都吹走。那你还有假发？那你们都不注意听，到底他是现在？